好，大家好，我是云爸，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个 Galaxy S9，它有一个功能，它叫做 S Translate。那这个功能呢、啊，其实在好几代以前就都有了，那各位可以去 Galaxy App 这边下载。那这个就是支援线上的双向翻译。那这个地方啊，可以看一下它支援哪些语言，哦，韩文、英文、日文、德文都有。那以大家比较常去的日本来做示范好了。假设我今天我去日本，我不知道路，也不知道怎么样沟通，那我就可以打开我的手机，只要我手机连上网，就可以跟他做线上翻译，来示范一下。请问这个多少钱？好，那他会帮你做翻译，你可以拿给店员看。那如果他翻译的不对的话，好，那你可以做修改。好，然后在这边可以直接用说的。すみませんが、これはいくらですか？其实我也不知道它有没有翻准。好，再来试看看，如果我翻成韩文的话，来试看看哦。请问金正恩住哪里？실례지만김정은이어디를거주합니까？好，很翻译，它翻译的应该是算准的。然后试看看英文。请问这个多少钱？What is it to you, why? 它变成英文了。请问这个多少钱？翻译成英文。How much money? How much money？对，没错。